火锅店呢，看准天气热的商机，温度越高就寄出更高的折扣，穿吊嘎或小可爱来用餐打三折。另外一家连锁品牌更狂，如果你是穿比基尼来吃饭的话，直接给你一折优惠。干冰瀑布看了就消暑，浮夸的肉盘一上桌马上抓住大家眼球，还有干贝鱿鱼整桌摆得满满，涮一片肉麻辣口味超开胃。外面天气超级热，躲到餐厅里来吃锅，像是现在的气温是34度，因此就有打66折，气温越高折扣越多，温度越高越开心，因为优惠一直往上加。今年夏天热到受不了，火锅店看准商机，外面气温越高就打更多折扣，还可以搭配服装。像这桌民众揪一揪，星期三穿吊嘎来吃，4人套�餐打3折，平均一个人200多块，牛肉海鲜一次满足，很划算啊！这样平均一个人才200多块而已。夏天吃火锅对客人来讲就是觉得太过于炎热，不过在这样清凉一下之后，带进我们的消费刺激客群量的话，增加2到3成以上。那订客率的部分，在我们活动开打的7月1号当天，我们已经有8成的满载率。现在会下我们的保鲜9月的青花椒，绿色的花椒特色锅底香得让人流口水，巨无霸牛肉盘比脸还大，再端上牡蛎干贝鲜鱼，超级澎湃。瞄准高温推优惠的还有这间。民众在餐厅开心拍照，展露好身材。原来穿上比基尼或海滩裤来用餐，就能一折吃到套餐。双人餐来说，平均一人只要328元。不少人看到消息，马上穿上泳衣来吃锅，掀起热潮。穿比基尼或海滩裤的部分来店用餐，就会享有一折，非常热烈。我们这个一折活动才刚开始的部分，目前定位的部分已经到8月初都已经订满了。这个夏天想消暑，穿上吊嘎或比基尼，清凉一下还能吃锅省荷包。记者叶轩九、吴振宇台报道。